你敢在我面前出风头，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 丫头，怎么走了这么多天，你还是不习惯日出夜行？白天不是睡过了吗？一到晚上就打瞌睡。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也正有此意，反正有公子带路，我们又有水有粮食的，那也不急于这一时，就休息一会儿吧。驾。驾。 如公子，说说你那些行侠仗义的事儿吧。我以前啊最爱听说书先生说那些事情了。好，那我就跟你说一下好几年。吃点果子吧。哎，我现在不想吃。说吧。有一年我在西州府，有一个小乞丐，他把让开，让一让。干什么呀？当然是防止我未国门的夫人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 你也别说你要还钱了，在你没还之前，就是我未国门的夫人。如兄，朱丫头已经名花有主了，我劝你趁早打消对她的念头。我能制造出防蛇的药粉。 自然就能够制造出引蛇的药粉。要是你惹得我不高兴，到时候万蛇撕咬，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君有情妾有意，才算得上是名花有主。东方公子，这可不算，你这顶多算是一个单相思吧。啊，还是公子姐风情，君有情，妾有意才行嘛。 你是执意要跟我作对是吗？东方公子，朱姑娘跟我才认识不到几个时辰，对你我的态度那是有如云泥。我劝你，还是尽早放弃吧，免得让自己挫败啊。他对你好，不过是想把我给气走而已。你以为他真的会对你有意思啊？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对公子有意思呢？ 公子，别理他，别理他，来吃些果子开开胃啊！那个秘密，那是我的，现在是我的了。哎，真是，早知道会遇见公子，今天我就该把那只蛇给抓了，那现在还该烤食肉吃。哎呀，太多天没吃肉，都快忘了肉是什么滋味了。 朱姑娘跟我夫人可真像。你知道了，我夫人她饿的时候，她连老鼠都吃。不管是叫花老鼠还是生吃，她都干。我一听吓坏了，我还为了她，我跑进别人的厨房，偷了鸡腿给她吃。你夫人好厉害啊！原来如兄有夫人啊，怎么不早说啊？是和夫人感情不好，还是故意不说？ 以便在外头拈花惹草啊。不过是一些家事罢了。况且，你也没问啊。我和我夫人一起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虽然一直聚少离多，但却日夜牵挂。她永远都是我的挚爱，此生不变。她能做你的夫人。 真幸福。他一直过着颠沛流离、受苦难的日子，我自然要对他好一些。我只恨自己没有早点遇见他，能让他少受些苦，少落些泪。如今能遇到你也不晚啊！哎，干嘛呀你？ 我以前行医的时候，曾经遇过两个病人，感染瘟疫烧坏了脑子，导致胡言乱语。我现在看你是不是如此？你什么意思啊？过来，哎，过来。
哎呀，别拉，别拉，放开我！你脑子被烧坏了是不是？你难道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孟浪之徒？听不出来他所说的每一句情话都是要骗你这个未经世事的小姑娘是吗？我爱听，管着吗你？他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朱丫头，你若是跟了我，我肯定也会对你好，绝对不会让你受苦流泪的。东方石，你学别人说情话之前，能不能先看看自己？这些话你信吗？你们东方家让我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难道你还不清楚？你又是怎么用云狼威胁我，怎么让我哀求你的？你难道不记得了吗？那件事是我想出一口气，是我的不对，但以后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度发生。东方石，我很谢谢你这几天的照顾，也谢谢你不顾危险地帮我解毒，可是我已经心有所属，而且你们东方家始终背负了我们朱家一条人命，我们是不可能的，就别再缠着我了。有如公子带我去西楚州，你回去吧。你若是跟了他，你会有危险。要我回去，等你安全到了西楚州再说。不用了，我相信如公子会是一位如林一客一样的侠义之士，你放心回去吧。朱丫头，我有此事没得商量。我若不追你追得紧一点，可能就更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一定不会放弃。既然现在粮食和朱姑娘，喝点水吧。我和朱丫头谈话，你这个陌生人让开。朱姑娘渴了不行。给。谢谢。既然现在粮食和水都足够，那我们今夜就不赶路了。早点休息，以免明日又打瞌睡。东方石，怎么了？想通了？有些凉，能不能把你的毯子借给我？拿去。谢谢。如公子，沙漠夜里寒凉，加床毯子，暖和些。好，这毯子给你。拿来。如公子，现在没人吵我们了，你继续说。那年我去西州府求药，路过一个说书人的摊位。哼。我在沙漠里抓了几个沙匪，从他们手上得到了谋反药，找机会捕晕的。到了一个说书人的摊位，那个说书人就说，
原来你早就知道我在你毯子上下了映射粉，故意让周丫头来向我借毯子，再趁机调包回来，是吗？我只是觉得东方公子毯子有些薄，好心给你换了一个厚的，哪知道东方公子竟然撒这种阴毒的东西。多行不义必自毙，谁叫你要害入公子的？谁让你靠他这么近的？干什么呀？我就跟他开个玩笑，以他的功夫，这件事伤不了。这种玩笑还是少开为妙。朱姑娘，快到子时了，明天还要赶路，先休息吧。今天辛苦如公子了。来，我们离那些死蛇远一点。这是我的毯子。如公子，要委屈你。跟谁同一张毯子了？不要！不下！哼！如公子，起来！起来！你，今天晚上你睡这儿。快被你烧焦了，下次抓到别动手，让我来烤。周丫头，你想损我也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我从小下厨，厨艺堪比御厨，怎么可能烤焦呢？刚才听你说想吃蛇肉，我特意引了几条蛇过来。既然你不领情，我就自己先享用了。谁说我不吃的？我夸我一句我就给你。哎哎，东方公子，不介意我也吃几块吧？你吃啊，来。吃就吃，可别称赞我啊。肉质粗糙，腥味微重，味道比我东平郡的留香楼还要难吃。没品味。不知二位有没有兴趣去我东平郡做客，我请二位去留香楼吃。我没兴趣。等我到了西楚州，跟家里人会合以后，就跟公子去东平郡看看。东方石，你除了医术好，我还真不知道你有什么优点。那蛇肉，也就是看着好吃，肯定不怎么样。我不吃了。周丫头，你真的不吃啊？不吃，我留着肚子，到吴公子说的东西不吃。
不行。